在109年的第一个日子，我们在这边，一方面庆祝，我们的弥勒菩萨诞辰，同时也庆祝我们，弥陀殿富山净土落成，所以，我们今天是把两个好日子，合在一起。再加上大家清净恭敬的参与心，三个心合在一起，那么自然是心心相印心想事成心呢了无挂碍希望今天结下兜率天的缘兜率天又叫长乐天喜足天所以我们随时心里面都是很满意的我们说少欲知足那兜率天呢不是少欲知足而是凡欲皆足你想要成就什么他就能够圆满什么那其实少欲知足是解脱的路那菩萨刚好相反哦是要多欲但是这个欲呢不是一般凡夫的欲望而是要满众生的愿随喜众生的成就这个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很难得而且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念弥勒菩萨的咒现在我们手上都有法本那个第四这个地方Om Maitri Mang Swaha Om Maitri Mang Swaha Om Maitri Mang Swaha 好我们就念108遍其实是112遍 Om Maitri Mang Swaha Om Maitri Mang Swaha